哦，无用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宝宝，我是朱启林阿秋。哇哇哇！明天开始就要放连假喽，开不开心？超开心的啦，耶嘿！好了，那么呢，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三，先预祝各位端午节快乐啦！好了，先来关心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中央气象局表示，22号到25号肉粽节连续4天，中南部也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大部分拢是晴云，北部偏烧热。水情方面，经济部水利署表示，梅雨这波降雨，河北部的石门水库蓄水率回升至83.58%，特别到满水位。南部闸门溪以及乌山头总蓄水量也有够供应部分高南地区立即的调度使用。为了让蛋鸡产业稳定生产，农委会规划开办蛋中鸡禽流感保险。农经局宣布即日起开办，只要符合畜牧场主要设施设置标准规定的非开放式禽舍都可以投保，农委会补助保费60%。好，来新闻报刷了，休困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着小小的羊儿羊回家，咿呀嘿呀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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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红的太阳下，
小羊儿跟着妈，又白又黑也有花，你们可曾吃饱啊？天色已暗啦，星星也亮啦，小小羊儿跟着妈，不要怕不要怕，我把灯火点着啦，呀嘿呀嘿呀嘿。来去上班咯，今天是走楼梯，不要坐电梯。我人这零检团还来做，我也不能舒服伊。热天穿凉感衫，冷气加调管一度。完成，简单吃，方便煮，聪明省电又省力。厝内电器定期清洁保养，提升用电的效率更加放心。这零检团无限时间地点，为生活开始。更多省电的撇步，请上这零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局广告。大家好，我是陈小芳，全民共享普发现金6000块，只要符合资格，拢会当领到6000块。领的时间尽量，且唔免烦恼。民众应透过官网来登记户头，或者是去提款机留强领现金。特别提醒大家，以6000官网的资讯为准，或者是拍专线1988，唔通相信诈骗，也是谣言哦。全民共享普发现金，财政部关心你。若听到你的声，阮的心情就快活。企业广播电台 AM 733，你的心声，阮知影，唱乎你快活，讲乎你满意，这款的用心，因为你值得。企业广播电台 AM 738，抱抱趣味单元。好啦，欢迎回来暗时宝宝，我是朱启林阿秋，今天是礼拜三啦，星期三啦，621星期三，明天放假星期四哦。好，星期三每个礼拜三的单元主题要来讲的是铃木议题啦吼。今天阿秋要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项标案哦，什么标案啊？这是要打八点钟呢啊？什么大公司有标案呢？来看看咧。哦，原来是红树林生态教育馆啊，红树林生态教育馆要办理公开标书啊，要和民间团体做伙来合作推广着多元的环境教育。红树林生态教育馆挖伫咧台北的捷运红树林站内底。自民国86年开馆以来，就一直咧推动红树林生态环境教育，已经超过20年啊。为着要应应着国家的永续发展政策，啊，活络本馆空间利用，也和很多民间来建立多元的伙伴关系。林务局罗东林区管理处计划以公开标注的方式委托民间经营。投标的截止日是今年的7月31号，期待会用借到民间这么弹性，还有创意，还有活力来经营这个馆，除了会用延续到红树林生态教育的推广目的，也可以利用这个馆的交通便利、自然保留区景观等等的优势，经营主题活动、相关的产品买卖，还有料理煮食这等等的项目。红树林生态教育馆是位在淡水县红树林站内，
进红树林捷运站的二号出口位置，并临街淡水河红树林自然保留区，可以说是交通非常便利，是认识红树林自然生态的最佳场域。从民国86年启用迄今，长期以来都致力于红树林生态保育，还有生态教育推广，因应环教形态改变以及国家推动永续发展政策，罗东林管处计划参照国有公用不动产收益原则进行公开标租，让红树林生态教育馆转型，以更多元活泼的方式行销自然保育的重要性。标租经营项目除了推动红树林生态教育，并可以贩售与林业生态保育相关的文创商品、出版品、农特产品、特色轻食以及艺文活动，也可以作为生态旅游行程、里山体验或旅游咨询等等多元附属的营运站。像我都可以做啦，可以来推广一些林业的啦，或者是一些农特产都可以，使这个红树林生态教育馆除了作为红树林生态教育推广平台之外呢，也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综合的第二，综合口味的可以带动周边的一些产业也一起来发展啦，不错不错。这个标案的范围就是红树林生态教育馆室内的展馆，面积大约324平方公尺，标租的期间为期4年。若是讲营运了袂歹吼，这个成绩袂歹、品性优良的人，会用取得一届优先续约权，续约2年。参加标租的民间业者应该付相关的标租租金以及经营管理金，包括着土地，还有这厝的租金、变动经营管理金。这个标案采两阶段来审查，第一阶段是进行基本资格的审查，第二阶段是针对着基本资料合格的厂商进行计划书的评选。投标的时间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12年7月31号下午5点为止。相关的交租的公告都可以进入政府的采购网财务出租公告，或者是进入林务局罗东林区管理处官方网站以及台湾山林悠游网去做查询。场地勘查的话，可以打电话去罗东的林区管理处娱乐科0395451145-615，0395451145-615去做询问。后来先报告到这啦哈，这是红树林生态教育馆办理公开标租的资讯啦哈。好，来听一首歌曲哈，叫做《几度夕阳红》，讲到红树林嘛，就足红的足红的啦吼，规个拢发红起来啦吼。那么来播上《几度夕阳红》，来自费玉清先生，首先祝大家做回来欣赏。是今宵泪
咱来上网敲催海洋教育推手奖，这是为了表扬打拼推动海洋教育的团体、个人、地方政府和课程教学团队，希望鼓励民间的资源加入，团结各界力量，让海洋教育定金。要安怎报名？自今日开始到七月七十哦。咱学校也可参加呢。是啊，推手较侪，会当促进海洋教育的拓开和传承。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警方昨天破获一处制毒工厂。儿子，你看，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真是防不胜防。之前破获毒品咖啡包工厂，还有查获大麻、笑气等，这些都会害人上瘾啊。对啊，其中混合多种毒品做成的咖啡包，成分不明，致死率更高。这些学校宣导都有提醒哦。那你一定要注意啊。妈，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啦。反毒新世代，幸福下一代。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准备好了，要开始咯。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那么在渔业广播电台里面挖呀挖呀挖，可以挖到什么呢？我知道，龙鳞鱼目的各种知识，还有好听的节目。渔业广播电台长期致力分享农林渔牧产业的相关资讯，为了更贴近听友们的需求，我们特别在脸书粉丝专页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想了解大家的收听习惯与满意程度，期盼您的建议与鼓励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即日起至112年7月20日，请上渔业广播电台官网填写问卷，您的每一句留言与填答都是我们努力的动力。渔业广播电台感谢您。生呀生呀啦，
我有听到渔业广播电台的风声讲，我无声呢，叫咱赶紧回航啦。哦，真的哦，阿发啦，是准备收网啊啦，咱赶紧来登哦。Yes sir 有任何海事海难发生，或者是失踪人口的协寻，警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166。平湖今天准定型和十月二十八号半暝啊，去予一只货轮坠落，不幸冰船船长杜天祥游员下落不明，要请伫个平湖附近海域航行专业的专家当上来找找。出海这么久，哪拢无消息啦？离婚离合的人生，提供英文关心你。变化多端的天气，提供永远守护您。海上射击有个，海上航行的安全，提供预先提醒您。渔业广播电台，跟您永远行做伙。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啊！是宝宝，我是朱麒麟阿秋啊。好了，今天啊，是宝宝单元为大家讲到林木议题，咱独家分享到的是红树林生态教育馆要办理公开标注的讯息，然后红树拿生态教育馆。那么这个教育馆本来是有什么用途呢？哦，来个介绍一下哈。红树林当然也是要登红树林，也要创啥嘞？不对了吼。红树林生态教育馆是一座小而美的生态教育馆，室内的这灯是空间吼，类型嘞包括着静态展示空间，还有多媒体视听空间。静态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作品，比如讲画图啊，一幅图安尼，然后挂伫咧遐啦，这个叫静态。啊，多媒体视听嘞，包括着会动的啦，比如讲动画啦，一挂影片啦，还是讲音乐啦，吼等等的拢会使做展出啦吼。运用着一挂图文、海报，还有灯箱、多媒体影音等等的方式来介绍着红树拿。内底一挂物件，比如讲。水笔啊，吼，水笔仔，水笔啊，一个成长过程啊，以及红树林当中，佮有一挂甚物啊？金马啦吼，招潮蟹啊，伫遐咧安尼横着走路无吼，行来行过去，还佮有甚物？会使看到弹涂鱼，还佮有水鸟哦吼，水鸟只顶顶的生态。另外咧，佮设有即个观景平台，会使。近距离观察到保留区的种种景色，也可以透过这个观景窗来一览壮观秀丽的成片红树林景观，淡水河的河口海景、观音山的山色，以及壮阔鲜红的官渡大桥，都可以在这里这个观景窗来看到哦，实在是非常美丽啊，哇，太壮观啦！那么在那时候还没乖乖进前，这个红树林生态教育馆因为就位置紧邻红树林自然保留区嘛，那站在这个红树林站的二楼就可以近距离观察到红树林生态环境哦。在之前呢，如果想要来参观的人是可以事先的提出预约的，那也有解说员会带领各位民众呢进入户外的生态小径，亲身体验红树林生态系，并接近淡水红树林生态保留区里面的水鸟、潮间带生物啦，以及热闹多样的各式河口生物，反正就是可以近距离的一览无遗，然后把这片全世界最大的纯水笔仔林像还有红树林这边啊全部看光光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期待说看有没有很厉害的民间团体要把它租下来，然后让这个红树林生态教育馆有更好的发展。因
为呢，希望后续能够提供大众更好的服务品质，所以针对红树林生态教育馆的馆舍空间、服务机能、营运管理等面向进行全面提升、修复跟转型。所以呢，这个红树林生态教育馆在110年的4月1号开始就闭馆了，重新整理再出发。闭馆期间呢，都不提供相关的环境教育课程活动，希望转型后呢，以新的方式来提供服务。所以啊，今嘛就是等各位去标做啊啦，去甲标做啊啦吼。好了，那么呢，我们再来看到红树林的自然保留区。新北淡水的红树林自然保留区，从竹围到干针，面积广达76公顷，都是水笔仔纯林。好，水笔仔，水笔仔，是这个水笔仔分布最北界、全世界面积最大的一块。红树科植物因为它的树皮跟木材呈现红色而得名，主要生长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河口和海滨。这一区的红树林全属水笔仔啊，这是水笔仔啦，是一种胎生的常绿乔木。所谓水笔仔呢，就是因为它胎生苗形似笔杆而得名。出捷运红树林站之后呢，沿着外干针林的50号巷子进入，就可以来到红树林沼泽区。园区里面可以看到招潮蟹、弹涂鹬等等，很活跃啊。每年9月中旬到隔年的3月中旬，还有鹭鸶类、这个鹬类等等的水鸟，可以说是丰富而便利的自然生态教室。这无租咧，就小可惜哦，大家紧来租啦，紧来紧来，紧来发展起来哦。好啦，时间的关系，最后要送一首歌，就要来结束啊，叫做《四季红》，四季红来自李静美，小姐，所演出，大家再回来欣赏。让人心头焦叮当，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多一项，敢也有百项。百分笑，目睭干，你我拢袂出。人坐船底游港，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多一项，敢也有百项。百分笑，目睭干，水底人头处处红。百分笑，目睭干。